谣言止于智者吗？吉安段伟虎听过吗？新元歌厅魏平安，你平安哥听过？睡了自己兄弟的媳妇儿，还把自己兄弟给打了。关键词都对，摆放顺序有点问题。是有人想睡我兄弟的媳妇儿，我替我兄弟把他打。我知道你吉安段伟虎，你把自己兄弟给睡了，还把兄弟媳妇儿给打了。这话让你说的，我都不好意思听。平安哥这大牢啊，算是为我蹲的吧？怎么讲？我媳妇儿啊是二，就他那前夫，每次喝多了就跑到我们家闹我呀，逼着我背那个什么《出师表》，你背完了，他还要求我们家派个代表陪他睡觉，你要不答应，他就又打又砸呀。这你能忍？我还好，但平安哥忍不了。就在我陪我媳妇前夫睡的第17个晚上，平安哥出手了，冲进去，当一脚。平安哥呀，计较了。就干在那哥们当上了，当时就把那家伙生育能力给整没了。火了啊！热门上面全是你，说你之前进监狱是因为，因为啥呀？因为你也是坐台的。啥玩意儿？我认识他，新源歌厅魏平安，以前做鸭子被抓，判了好几年。我是厨师啊，做鸭子。哈哈哈！这我前科的。他睡了自己老婆，还打了自己老婆兄弟。哎，等一下，他怎么自己老婆？哦，睡了自己兄弟，还打了自己兄弟老婆。行政拘留15天之后，现在近况如何？本来寻思学厨师做鸭子嘛，但是学费太贵了，就没舍得花那个钱。哦